大家好，我是喜欢香草、热爱田园生活的尼克。在观赏我的影片之前，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并按下小铃铛。我今天来汐止赏樱花，就是在那个 Google 里面找了汐止樱花，就出现樱花大道，就来到这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它是沿着河旁边两侧的一个樱花大道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樱花大道哦，没想到它场地很平整，然后规划得很不错，动线也很简单，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。旁边一条溪，我觉得有水、有绿色、有红色的樱花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走走。今天是星期天，那人应该还算刚好。那如果比较多人的时候，就记得戴口罩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，欢迎你分享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享受香草与田园生活的美好。拜拜。